我是小杨，今天来教同学们弹唱周杰伦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，叫做《一路向北》。首先我们把要用的和弦来学一下啊，有基础的同学可以跳过。第一个一级和弦，右手是哆咪嗦，左手弹哆。好，二级和弦，右手弹瑞发拉，左手弹瑞。然后三级和弦，右手咪嗦西，左手弹咪。好，四级，右手是发拉哆，左手弹发。五级和弦，右手嗦西瑞，左手弹嗦。好，最后六级和弦，右手是拉哆咪，左手弹拉。好，这首歌的第一句呢，其实我们就用到两个和弦啊，二级、六级，然后再二级、六级。那每一个和弦我们给它敲四下，首先找到二级，然后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六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到二级，好，再到六级。现在我们来尝试自弹自唱。后视镜里的世界，越来越远的道别。好，下一句是四级，敲四下啊，然后三级跟六级要敲两下，然后二级跟五级敲四下。你转身向北，侧脸还是很美，我用眼光去追，竟听见你的泪。好，下一段我们的和弦就是从头到尾再去重复一遍就可以了。在车窗外面徘徊，下一段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副歌部分啊。首先和弦四五三六四个和弦，我们每一个敲两下。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好，下一句是二级，然后三级大，这里注意右手是咪升嗦西啊，左手还是咪，然后再来一个六级，右手是拉哆咪，左手是拉，然后再接一个五 M， 就是右手弹嗦降西瑞五级小啊，左手弹一个嗦，然后左手再可以换到这个哆上面来，右手不变，我们把它连起来。你说你好累，已无法再爱上谁。五级小，左手从嗦换到哆。好，再到下一句，就是正常的四五三六二五一啊。风在山路吹，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，细数惭愧，我伤你几回。那记住这样的和弦顺序呢，其实这首歌我们就可以从头到尾把它弹唱完了。当然像这个歌曲中间也会用到一些黑键，用到一些离调和弦，这个也是我们比较进阶的知识，如果大家想要往后面去学习的话，可以给我们私信或者留言。好，今天的教学先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